家介紹我呢一個第四個新成員啦，佢叫恩餅餅。咁啊，點解佢叫餅餅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我屋企本身咧就有三隻貓啦，咁就叫旺仔牛奶糖係一個食物嚟嘅。咁佢第四隻翻嚟咧，咁佢咧就叫餅餅。嗯，乖啊！咁啊，因為旺仔牛奶餅啦，咁佢咧就好曳嘅，成日都你聽。咦？佢而家又咬啊！佢成日咬人嘅。咁但係咧，你一嗌咧。佢就不咬人噶啦，饼饼，佢自己咬喎，点解佢而家自己咬条龙啊？系。做咩事发癫？做咩事发癫？佢都发癫啊！佢都发痛啊！哎呀，佢喺度咬嗰方面啊，好痛噶啊！好啦，咁希望你可以喺度健健康康咁样生活啦。好啦，拜拜。